说二位是新婚？怎么说呢？其实比较尴尬吧，现在这种情况，因为我们两个没有领证，但婚礼已经办了。就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吧，其实我现在不太想领证了。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就是婚礼筹备期间嘛，然后因为他是做婚庆主持的，认识婚庆公司比较多一些，再加上我工作比较忙嘛，婚礼事儿就交给他去做了。他跟我说就不用我管，结果他根本什么都没有做，结果我的婚礼整个就是一团糟，就我的心当时就整个都凉下来了。我其实还挺庆幸没有跟他领证的，但是我俩毕竟婚礼现在办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结婚却结不了的婚。这场婚该怎么办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张先生30岁，来自西安婚庆；女嘉宾陈女士28岁，来自西安婚庆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今天是您要来的是吗？对。什么时候办的婚礼啊？1月6号。2018年的1月6号办的婚礼。对。本打算领结婚证是吧？是。但是因为一个婚礼之后就有点打退堂鼓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男生怎么不说话呀？我更多是愧疚吧。这个婚礼怎么了呀？就是我们两个嘛，就在一起2年多了，然后年龄也不小了，家里边人就催着结婚，我们想先把婚礼就办了嘛。然后就是那会儿他认识婚庆公司比较多，那这些事儿交给他去做了，他就跟我说媳妇儿没问题，这事交给我来办了，你就忙你的就可以了。我就把我的要求给他大概讲了一下，但是那段时间3个月嘛，然后3个月中间他基本上懒懒散散躺在家里边床上什么都不干，我就开始着急，我催了好几回，我说是咱俩结婚事儿你弄得怎么样了呀？然后他就说没事你不管了，我干这行的我还能弄不好咱俩婚礼了，你放心吧。那我心想着那就让他去做吧，那我就不管了，我就忙活我的吧。结果1月6号结婚嘛，然后1月4号的时候我说那我总该看一下婚礼现场效果图，结果他说他4号才开始给我做图，之前我给他说就是我想要那种烟雾蒙蒙的感觉嘛，就一辈子就一次，希望自己能漂漂亮亮的穿着婚纱，一束光就打到我脸上，然后舞台从底下升起来，音乐一响起就特别美。舞台还要从底下升起来？对，因为我们是做这个的，就比较简单其实。然后我觉得就给他大概说了一下我的要求，我就想着他会给我一个惊喜，结果到6号那天，喜没了，全是惊了，就整个惊到了，就是怎么了？婚礼现场什么都没有，就跟年会一样，而且整个就是黑色主题的。我要的什么气球呀，然后想要的那种烟雾机呀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连合影区都没有，就是一个舞台，干巴巴的黑色舞台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也没什么呀，高兴就行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想要一辈子就一次的东西就没有了。我就问他这些东西怎么回事，他那先结婚再说吧。到婚礼结束之后我才知道，就那天他把这些事全部交给舅舅去做了，然后就因为那天就我们那边下了特别大的雪，然后舅舅就在那个高速上面就出车祸了，然后整个车就已经变形了。我当时特别担心舅舅，等到2、3点的时候我就过来，我说是他舅舅是吧？对，然后就家里边就非常伤心嘛，然后我就看舅舅就整个人傻掉了。人没事吧？人没事，但他傻掉了，就跟他说话他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就高速被吓到了，就婚庆的所有东西都没有拉过来了，就这些东西都没有了，我就觉得特别愧疚。我觉得他如果这些事儿之前全部做好了，如果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，哪怕这些东西不要了，我们就不会这样子了，我就觉得特别难受。不，这事儿不也过了吗？而且不是主观故意吗？就算了，就好好的过日子呗。对呀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就当天晚上我说是那这事儿过去了，我不跟他计较，但是这个车是我们借的，我们要给人家赔，包括婚庆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要给人家结账的，我说晚上咱俩商量一下这些事儿，我就说跟他聊一聊以后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结果他倒好，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，就好像这事儿跟他没有关系啊，他压根没上心。之前安排婚礼上的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是因为突然下起了大雪，然后呢高速所有就封了，好多前期安排的事情当天已经很难去完成了。婚礼结束之后呢大家都挺累的，他在找我谈心的，我知道他脾气不太好，所以说我是有意的在回避这个事情嘛，我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升级而牵扯到我们之间的一个感情啊。
他那个是确实实在在的升级了，是吧？我觉得他就是不上心，一辈子一次的婚礼就这么没有了。我策划那么多场婚礼，结果到自己的婚礼就是那种黑色的，跟噩梦似的那种感觉，再也没有办法回去了。黑色也庄重嘛，以后等有了宝宝，给宝宝办百天的时候，办生日的时候，你们再借机再办一场，这事儿也就过了吗？日子很重要嘛，那都是形式上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而且舅舅出了车祸，人没受伤，这都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事儿过去了，但是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不上心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想起以前那些事儿，他不把我当回事儿。就以前很多事，最开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哦，你现在开始找前账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就我觉得他不上心是有原因，他一直没把我当回事儿。哦，从最开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是他从来不给别人说他有女朋友的，就是在一起半年了吧，我说想发个朋友圈宣示一下主权呗，然后我就亲了他，就我说这张照片还不错，你发个朋友圈，大家都知道呗。然后他就迫于我的强迫之下吧，他发朋友圈了。不，人家发了怎么叫强迫呢？你也是。他很不情愿，结果发了之后就底下评论一大堆，评论一堆也就罢了，就他妹妹底下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你这样子我嫂子看见会生气的。那会儿我没有见过他妹妹，我不知道他妹妹说这个嫂子是谁。我就很诧异了。我妹说这个话我也很诧异，我都不知道他发，就是我妹妹就当玩笑了，这事儿也没法追究了，但是这个女生心里就不舒服嘛。对呀，就没有这个人的话，怎么可能他妹妹？后来怎么解决的呢？然后他就说是我想太多太敏感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行，那我没有证据，没什么好说的嘛。然后结果有一次半夜了，有个女孩给他发微信了，我就说怎么回事这么晚了，我说那我帮你回呗，我就说了一句我跟我媳妇儿吃饭呢，怎么了？然后我就还发了个怎么了，想着女孩会回，结果那女孩一晚上没回信息，一天一夜过去了也没有再说话了。挺好的呗。然后我就很诧异，怎么半夜突然发信息就突然没声了？我点开他的朋友圈去看，就发现那女孩居然把他拉黑了，就因为我给他回复那样一句话，女孩把他拉黑了。拉黑还不算，他其实是把那个女孩就屏蔽着，就他之前发的我们两个照片的所有东西那女孩是看不到的，等于说那女孩就不知道他有女朋友的。哦，就是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俩刚认识半年的时候，有一阵我们俩闹分手了，然后中间就认识这个姑娘了。我跟她没有任何事情，我也没有给她任何承诺，就我们俩之间就说白了根本就不熟。然后我当时也在极力在挽回她嘛，后来我跟她就复合了，这姑娘我就压根就没有再联系过。事后过了好久，我也很诧异她为什么要突然跟我联系，就是她把我拉黑这件事情我也很诧异。那个女孩为什么会把他拉黑？就是很奇怪，然后他还不想人家看到他发的朋友圈，就是有问题。我把那个女孩屏蔽是因为咱俩那时候在闹分手，我不想让她看到我当下的状态。我承认我当时有私心，但是我当时一定是极力在挽回你的。那你觉得你这样子留后路合适吗？哎呀，就是太敏感了。